我们看下这一题哈，甲天平它所测量的是质量，乙量筒它所测量的是体积。不管在测量的质量还是体积，那个物体它都不会有那个本质变化的改变，它并不会产生新物质，所以这都是属于固体性质的部分。讲这一题我们可以轻松得分。